来，你看，小兔兔，今天的故事，你看，翻书，汽车、公车、机车，嗯，恭喜发财，要这样子。对嘞，我会收玩具，那你是不是玩完的玩具要把它收起来？小球球也要回他的球池。吃点心之前要先把玩具收好。你要翻下一页了，还没有看完呢。斑马，兔兔，兔兔，小青蛙呢？你要玩叔叔啊？叔叔不是这样玩的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谢谢。那你不要，然后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拍拍手。